CelaVie.com。晚上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 CRB。 大家会觉得干嘛米少不在，干嘛有位帅哥就是黎明坐在我旁边呢？今天黎明呢是特别来陪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在生病哦。对，我知道你扁桃腺有点发炎，有点肿，所以这里有点肿肿的。对，哪里都肿肿，非常的赞。所以今天就有邀请了，就是黎明来陪我一起做嘉宾啦。当然呢，还有很多一些问题想问黎明的。好。而且最近呢，就跟我们 Channel V， 就是我们的飞利浦 V 面对面就做了一个活动，对不对？对对对对。就要在4月18号就要飞去上海做这个活动。4月28号。那这次的活动是你第一次就参加这样的一次的这样的飞利浦 V 面对面？是第一次参加飞利浦。这个活动，那干嘛？为什么就是我们 Channel V 就给你一个机会去到上海，然后你对上海的感觉是怎么样？感觉上海是一个很摩登的城市，嗯哼，因为它以前很摩登，以前很摩登，现在也很摩登，嗯哼，但是每样摩登的感觉都是变得很快。那你会觉得Channel V 干嘛不让你去北京？为什么要你去上海？因为毕竟你是北京人，可能今年年初的颁奖典礼在北京吧。对，我们的就是广东吧。对对对。那为什么圈子不就是叫我去上海？上海不错，可以吃上海菜呢。嗯，好。那好，那这次呢就去上海演啊，做这个演出呢，就跟我们有史以来的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通常那些歌手都做那个飞利浦 V 面，就是唱歌啊，然后握手。可是这次的这个活动非常的特别，非常不一样了。是吗？就是又有歌又有舞，而且是非常非常棒哦，还有派对哦。能不能讲一下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对，基本上特别的就是不特别，不特别的就是很特别。嗯，那你做了什么样的就是准备功夫吗？但我们一切准备功夫一定要留到当天4月28号，在面对面的时候才能面对面的去讲清楚。你看我们的黎明大哥多会卖关子。不是不是，你能够讲清楚的话，就不需要面对面了嘛。没错没错，对，通电可以了。那如果大家想就看到黎明的话，有些上海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我们的 vchoice.com 去索取门票的。Yes。那这次黎明呢，也是会有，就每次都有一些表演嘉宾啊，对不对？那这次在上海这个 V 面对面有嘉宾吗？也有嘉宾的，这次是把这个雷颂德。一直跟我做唱片的制作人，他也一个很爱好表演的演出的一位歌手加制作人，他出现了，终于。对，那我相信我大概有个概念，知道雷颂德会做一个怎样的表演嘉宾了。不只是弹吉他。对，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些才华，对不对？也不单只是打鼓。那会不会跟你合唱呢？应该有这个可能性。真的，国语吗？他的国语很好笑。不会比我们的李志刚好吧？比他好多了。不会好多哦，李志刚不在，李志刚应该在外面哦。他讲的普通话基本上是真的很好玩的。真的，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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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呢，就是黎明的全球首播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非常的简单。爱就要简单吗？简爱。对，简单的爱情。若我将石头都丢得过，那样昂贵，你会看轻我？没有感动人的功课，我没言语，你都识挂住我。屋企有个我，尚欠那一个啊。只需你与我在最简单里度过，不可以爱你又爱那一个啊，呼吸到哪里亦这么紧迫的亲我。没有装饰品方可亲我，试问谁会够你了解我？没有将花朵蓄起过，
以坦率对待我。餐台有个我，谁那一个啊？呼呼呼，知否这个你，令这杯水美丽过？不可以爱你，又爱那一个啊？呼呼呼，呼吸到哪里，亦这么紧迫的亲我。任我多繁忙，年纪那一个啊？呼呼呼，只想抱抱你，就似所需没太多。不可以爱你，又爱那一个啊？呼呼呼，一想到这里，就这么紧迫的亲我。不可以爱你，又爱哪一个啊？呼呼呼，年月消磨，让我始终得你一个。就是我播的一首歌曲叫做《简爱》，那这部戏刚杀青不久，刚快要上映了。对不起，今天刚刚上映。真的？错，昨天。哦，就昨天就是有个首映了。不是，错，上个礼拜。小妹真的是没看到。不要紧，因为你太忙了。没有，因为我觉得香港的报章不值得我去看。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香港一些记者真的非常好笑。对不起，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知道没问题，请说。黎明会不会跟我有一点点的那个共同点，就是一个 OK。那天我就看到一则报告，就是一个 charity show， 一个慈善演出。可是那些记者呢，并没有报道出那个 charity show， 却说那位女艺人穿短裙、就什么什么，就根本只是在批评她的穿着，并没有讲到那个真正的重点。所以我觉得看香港的报纸我不想去看，除非是国家大事。那娱乐新闻我觉得反而访问艺人会知道更真实的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当然是面对面是最好的，或者说通过电子媒体，你从电视机旁边讲的话，当然身边的删减的话最好。那有时候你说媒体报道，他一定会有他自己一个习惯的方式去报道，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会有摧毁性一点，但是观众是支持的。那假如观众不支持这种报道，他不喜欢看的话，他们也不会这样子报道。那基本上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假如说这种报道没有的话，可能他们报纸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再去赚钱，我没办法去养活一群记者，那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没有。那基本上就做艺人也是蛮辛苦的。不看我就不看，我只知道就跟看陈都比好了。周慧帮我们打广告。不错不错，不愧是我们的黎明啊。好，我们现在就想问一下，就是黎明就当导演当的怎么样？我不是导演啊，我只是其实现在没有人不会拍东西的，我觉得你只是把自己的感觉把它拿出来。对不对？那我觉得而且那我自己我只是比如说刚才那个音乐录影带，那我对音乐录影带好很快哦，转得很快。音乐录影带那是另外一个导演拍的，那他让我帮他去剪。那因为这部电影是我去有份参与去演出的，当然整个剧情很清楚，那自己会剪会好一点。可是大家都蛮清楚，就是已经看出就是黎明的风格，就拍 music video 风格一定会加进就是 special effect， 就电脑的。错，你刚刚看那个没有加 special effect， 全部看的草原呢、可是那个是说你有跟导演去参与的吗？对，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吗？那我有很多没有加电脑。哎，小姐，《卧虎藏龙》也加过电脑特技在里面呢，他加的，当然棒很多了，看不出来吧？但是基本上看得出来，比如几个整个京城啊，对不对？你的威亚和在水上面飘的时候，有些特技术啊。其实基本上，我们人类有发明新的产品，我们就会用了，包括电脑。你说现在上面剪接是什么电脑？当然有电脑。对，对不对？今天小妹从黎明哥哥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哎，那我休息再回来吧。他要骂我了。没有。飞利浦 V 面对面会在中国五大城市举行，和九个电视台联播。这次与大家面对面的是，想什么等什么。
面对面。飞利浦 V 面对面由飞利浦倾力赞助播出，飞利浦让我们做得更好。非常的开心，有帅哥有大哥哥陪我一起做节目。好，哎，没有了，就帅哥跟大哥哥没有了，没有。然后那其实呢，就是想问黎明哦，就是你就是指导过这么多支 music video， 你本身自己呢最喜欢最满意的一首 music video 是哪一首？我最喜欢的应该是 Dance Life， 因为是第一支，第一支是印象比较深刻吗？深刻，不是那第二支，第二支，那第二支是刚好在一个，我觉得我把那个人的生活，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生活。就人就这样子跑来跑去，你碰到一个人在身边走过，并不代表一定会两个有关系，会谈情说爱，可能大家不认识，可能他就坐在你旁边的一个人，但是每天都可能做同样的东西，但是你做的时候他可能不在这个地方，当你回家睡觉时候，他可能做会跟你做同样的东西。就是生活，生活的这样子。那在下来的日子里呢，就是你继续拍 music video 的时候，还会不会用到电脑的特效？有时候会用，就比较多，好像点其实卡通。卡通的情况下是有时候真的没有时间，自己连演出的时间都没有，就用卡通。我很坦白，真的明白，就太忙了，抽不出时间。但有时候就是觉得。用点卡通蛮好玩，偶尔。对。可是会觉得有点亏欠歌迷吗？不会，不会，每一个都是卡通，但是也不可能，有时候卡通蛮好玩的。就很可爱的那一种。对。那就想问你，出道多久了呢？很久了，三四年了吧。那发型改过几个呢？两次半左右吧。非常厉害，记得非常的清楚。那请问李先生，为什么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呢，在发型上？是吗？就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男人嘛。男人怎么样？男人不能改变发型吗？现在男人最流行的比较光头一点的。没有啊，就是不是大家感觉是觉得，明明给人家感觉都是有点这么 clean cut， 很干净，然后很书生 gentleman 的那种感觉。OK， 不要讲书生了吧。OK， 开玩笑，但是在面对面那天，我会改的发型。怎么样的发型？不是我拍戏，我连了戏，要不是一直要把它全部剪掉。明白。因为我不喜欢夏天这么长，很痛苦。所以，可是你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发型。最好短头，最好不用吹。明白。毛巾擦干也可以出街，最好。所以你是一个喜欢简单、不麻烦的一个男人。最好不要麻烦，男人不要太麻烦。所以从头发，女人应该不麻烦比较好。女人不麻烦就不是女人的，讨厌，还是讲回我们女人的坏话。来 ，next question， what's the next question？ OK， 好，来，在演艺圈中呢，你最欣赏哪位艺人？不管是国内、国外、好莱坞，我觉得 Bollywood 都好。我说真的，我觉得欣赏一个艺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贪心一定欣赏很多演员的。那可以来讲一下某某人的优点。很多演员都很大优点，对不对？你说。赵薇有赵薇的优点，明白。张柏芝有张柏芝的优点，章子怡有章子怡的优点。可是你最崇拜，就你从小到大，你会看他的戏，会听他的歌，觉得他对你的事业有某一定的影响。你说听歌的话，那当以前听歌，譬如我们听我蛮想听。不是Celine Dion，那邓丽君我也很喜欢。Celine Dion，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以前的 Air Supply 的Goodbye 很好听。那好像现在听的有人重唱，比以前旧版更好听。是歌曲方面，因为我觉得歌曲是不断会翻新的嘛。对。有些歌曲有老的味道，很好听。但有些歌曲在这些年代来讲，你听老的味道可能不好听，可能把它从音乐不变，音乐不太变化，但是可能有人找人重唱，声音有一个新鲜感在里面，那可能会好听很多。就好像人家是翻唱了一首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是我非常喜欢那首老歌。我喜欢那首歌，那好像譬如说上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 Fly Me to the Moon， 飞我去月亮，那我也很喜欢那首歌。听那首歌曲都是很喜欢的。就刚好那时候同期很多不同唱片里面很多歌手，譬如在亚洲区其他地方，他刚好上面也有 Fly Me to the Moon。宇多田光。对，也有，刚好很多人都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对，好，我们现在去听黎明的一首歌曲。什么歌？
爱比我还重要。对，我还重要，国语应该是这么念，广东话就是爱比我重要。我比我重要。听吧。谁令做梦亦能笑着了回味，谁令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若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令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尽茫然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待我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尽茫然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待我陪着你，才能叫我生命愿意，你出现比我那日出世还重要，从此呼吸多少次数便爱多少，心凉凉的，为什么？因为秋天过了吗？对，可是还是就是我们要装作很凉啦，很凉了。对，其实不是很凉，其实很热。今天挑错衣服。是黎明的歌迷们呢，非常期待的时间呢，因为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呢，就是问你想问的问题，或是进你的歌迷也可以。我没有唱歌，我肚子太厚，怎么唱歌？哎呀，不一定要唱歌才会有歌迷。好嘞，就是第一个电话呢，是来自白雪，白雪公主的白雪。对，白雪你好，你好，你好，黎明君呐，你好，白雪，什么问题要问黎明的？就是我想问黎明，出道这么久，他最感谢的人是谁？最感谢的，我一定感谢，其实一定帮过我们不止一个。那我相信，我自己真心话最感谢很多很多人。你这样让我真的让我讲一个的话，我讲不出来，因为真的不止一个人帮我。有很多以前，譬如我拍连续剧时候的一些好的编剧，还有导演，还有监制，还有以前我唱歌时候我的老师。他为我引路进了唱片公司，那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感谢。到今天为止，还有唱片公司一群帮我工作的
同事们也要感谢他们，还有很多支持人。那你父母支不支持你呢？我父母他们基本上是天生他们要支持我的。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他们的责任呢。对啦，就是父母呢，就是只要孩子只要做的那是正业，对，而且要支持，对，就会支持嘛，对不 对？白雪，你父母也会支持你啊，如果你想当歌手的话，对不对？没这种天分了。哦，没关系啦，不是天分，是缘分的问题。唱歌只是缘分，不是天分。我觉得真的吗？我觉得唱歌可是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啊。对，但是你说音乐来讲或者唱歌，什么叫唱得好或者不好？你觉得有感觉，你会接受它的话，那就是你就觉得是好，是好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觉得不好。对啊，好像一些女高音，你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不好听，对不对？可是每个人的听歌的口味都不一样嘛。听到了吗，公主白雪？听到了。那林斌，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等、来，就是我想问，就是你在演戏和唱歌两个方面，你最喜欢干哪一行呢？两个都喜欢。能不能说一个最喜欢的？没有。白雪，我觉得你唱不了歌哦，可以来当主持人。对，他被我问的还好啊、哦。好，白雪，谢谢你的问题，我们现在接第二通电话，就是黎明其实那两个都非常的喜欢。好，第一个电话呢，现在是广州的敏妍，对不对？敏妍你好，敏妍对不对？喂，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要问黎明的？如果你只能问一个问题，对，不问我也可以问他。不要问我问他，对，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想问第二个的话，那就算了，因为你要怪白雪公主，他问太多问题了。我想问一下黎明，什么时候可以再到广东这边开演唱会？我一定会去的。他一定会去，因为他知道呢，广东那边有很多朋友都支持他，所以他有时间一定会抽空去的，一定会去。那么你到广东来开演唱会期间，会到其他地方去玩一下吗？通常都没有什么时间的，但是假如那几天假如空的话，我倒喜欢去逛一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去一个地方开演唱会就是停两三天，我相信不止我每个歌手都一样，停两三天工作完就走了，他不单只是有一个工作在身上面，可能那之前当然是也是很可惜，做演唱会你彩排用了很长时间去彩排去 rehearsal， 然后你只是做一天或两天，那就说再见了就要走了，其实很不舍得的。对了，好，谢谢敏妍，谢谢来电。拜拜。哇，这朋友都好热情，想问很多问题哦。我就其实干脆我就今天不来了，然后叫他们问问题。真的吗？可以吗？不错，来大家听一首歌曲。什么歌？是尽情的爱，广东歌，真情的爱。一次过尽情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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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一分钟够不够？愿你伸手搭救，怀爱我怎么都不准你走。得一分钟够不够？让我即刻看透，其实你想不想捉紧我手？得一分钟够不够？若越相爱别要掉头，得一分钟够不够？没有今晚谁有以后？一次过尽情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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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一分钟够不够？愿你伸手搭救，怀爱我怎么都不准你走。得一分钟够不够？让我即刻看透，其实你想不想捉紧我手？得一分钟够不够？若越相爱别要掉头，得一分钟够不够？没有今晚谁有以后？
有天给看透，其实你想不想捉紧我手，得一分钟够不够，若越相爱别要掉头，得一分钟够不够，没有今晚谁有以这叫音乐录影带吗？对，音乐录影带 ，music video 是最棒的，不是吗 ？Channel B， 对对，唱歌有唱的不好的时候。下边节目今天呢有黎明陪着我。Gina、对了，陪我这豆沙猴。他病了，因为他这里中了。没有，可是我知道黎明要来，我就我一定要来做访问。是很专业的，因为一定要继续做，要不是会被炒鱿鱼，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在这里，不能走。对，老板，我们把事实讲出来。我把手脱，不能走，不要害我。好，现在线上呢，一位朋友，好，跟你是同乡。同乡，好，乡下住在香港，哎，背景有点一样哦。对。来自的北京的朋友，对，他是王阳。王阳你好。嗨、hey, 你好林你好啊，我现在住在香港，不过以前五年前住在北京。嗯啊，那现在广东话怎么样呢？对啊，都冇问题噶啦，应该。哇，好厉害哦，比我还好哦。系啊，其实几个月已经学到咁上下噶啦。棒啊，谢谢。语言天才。好，我想问问黎明，你现在原来的。不是说故居啦，是以前的住的地方是哪里啦？北京。我北京以前我住羊肉胡同。啊，羊肉胡同。对，我现在不叫，现在好像已经改了，不叫羊肉胡同了，好像变成叫什么、啊、什么胡同了，忘记。那边的平房都拆掉了吗？拆掉了，但是我还有两个家，一个是羊肉胡同，一个是西四那边。啊，西四。嗯。我就住在新街口那边。哦，是吗？那应该蛮近的，对不对？是很近啊，西单嘛。对，西单。现在西单。啊。那时候我记得很清，那时候我记得我家的门口那边有一条很长的一个巷子，那放了很多很多硫酸桶。我住新加坡乌节路，不关我们的事。我就直接就听不懂哇、啊，就是两个同乡人就非常的了解。对啊，住哪里、哎？你为什么来香港呢？为什么？移民来的嘛。啊？跟家人一块来的。哦。啊。哎，您为什么来香港呢？我。啊。我不懂事的时候来香港。哦，对，好像是12岁吧。没有那么大了。没有啊，我5岁，我4岁半左右来香港。啊，4岁半，哇、嗯，比我早很多。早很多，不要紧，早和晚没有分别，都是在中国。是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中国走来走去。对对对对，好，王源，谢谢你的电话。谢谢，拜拜。祝你生活愉快。好，我们现在接接通电话。喂，你好。嗨。喂。哦。还没有接通，来，我们继续问问题。问什么问题？刚才黎明为什么没有接通一下问问题呢？我喜欢怎么样？请。那黎明就是去过这么多国家，对，地区都好，嗯，拍过戏啦、嗯，工作啊，就每次都匆匆这样子来，匆匆的走。对，然后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玩呢？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自己放假的时候有没有去玩呢？当放假整天计划好的时候，基本上的假期都是。不够，很无奈了，你的样子。就是那几天3-4天，好可怜。对呀、啊，你刚刚整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又开始又回来工作。那人是基本上工作重要过假期，我觉得，但是假期也蛮重要的。对呀、啊，因为你一定要好好的放假，然后就是，放假就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嘛，就休息够了，有了精神再走。对呀、啊，譬如我们现在在拍一部电影，跟一个日本女演员来我朝鲜拍电影的时候，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来香港，有时候。我说：“哎，因为黎明整天不在呢，嗯，那我们又没告诉他我们在拍另外一部电影，哦，那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他在看，哎，现在上届情迷大话大什么大大话王，嗯，那电影什么时候拍的啊？很久以前拍的，好惨，就被你们蒙在鼓里哦。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太好意思嘛。没错没错。但是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他内心。”很强，嗯，因为2个月没有回老家了，
都是非常非常独立。对，所以今天我们刚今天我来这里之前我去拍戏嘛，我说、哎，今天四月初，四月刚刚四月中左右嘛，那我们上面有一郑中基啊一起演戏嘛，他们在弹。我说你不要弹这首歌好不好？人家已经 Miss Home 就很想你家了，很久没回家了，你还要真的，现在是樱花季节了，刚刚过，对，那你就去弹樱花干嘛呢？他说哦，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呢去听一首歌曲，请问什么歌？李小军是什么歌呢？梦想成真。李小军。梦想成真。那黎明梦想成真了没？回来再讲。好。李小军啊，因为他喜欢《甜蜜蜜》里面的张曼玉。哦，所以他很讨厌李小军，他只能说李小军我讨厌你。是啊，开玩笑，李小军猜死你，猜死你，小军。开玩笑。好，我们现在线上的一位香港朋友叫 Jackie。嗨，金娜，李阳，你们好。你好，你好，什么问题要问黎明的？我昨天看了李阳你的生电影，很好笑啊。生电影没有煮熟的电影。嗯。我想问你，你本身累不累死当电影中的教师的瞬间啊？真的？哎，你讲回广东话，你讲回广东话了吧？他很努力了，你不要讲好不好？那我们再尝试讲。人家想问你。问我什么？你翻译给我听。Jackie， 系你谂起嗰句讲咩话？嗰个问你本身你个人会唔会好似片中入边嘅角色嘅性格？那头，那。You have to， 啊不，我刚刚讲。他问我会不会我？你要先讲你个在角色那个戏里面的个性。我现在他现在说问我一部电影，现在上新上电叫《情迷大话王》，里面这角色是为了生活而不断是讲骗话去求存的一个人。他问我在现场的就是真实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的人，跟我有多少类似跟本人？我相信整个电影来讲，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讲。
讲片话会有这种机会，讲谎话会有这种机会。有啊，我经常讲，你很帅。对对，对我也要求，我也今天讲你很丑。谢谢。那对于 Jackie 的问题，我觉得整部电影是一个剧本里面，那是当然是一个剧情里面的人物，但是有多少跟我像，我相信怎么也会有两三成嘛，因为怎么里面也是有我的影子在里面的。Jackie 满意吗？满意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喜欢这部电影吗？喜欢了，很好笑哦。打几分？十分？打几分？九分。谢谢。非常好，非常好。我是要问，讲广东话，谢谢。好，我想问你今年会不会开演唱会啊？今年会的，今天会开演唱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在几时啊？十二月份左右。好。好。好吧。好，谢谢。下次见你，拜拜。我跟你讲，我觉得黎明不只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歌手，你想想当主持人，我觉得你脑筋转得好快。没有想过。你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这么好的主持人，怎么有我呢？你不要这样，嘴巴甜甜的，就是。我讲骗话。你真的。来，我们现在听什么歌呢？听什么歌呢？我们现在听什么歌呢？问完问题了吗？好。还有一位朋友。不要，好，不要，好，我知道。不要，不要，很笑。来，就是问一下，就是黎明最。最近来看看，我问了一个很好，你好像就让你呆住的问题。对对对，梦想成真。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的。嗯，那我的梦想当然是我们中国是最棒的，中国是最棒的。但是这是也很贪心，但是好像有点违反了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嗯哼，对不对？应该是有点，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我自己在北京出生来香港去了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工作，那我觉得在于我们中国人，其实我们真的还需要吸收很多新的东西，去继续把自己不断的去努力，但是这几年我来讲，我觉得是很光荣的，很光荣的，尤其看见北京不断的变化改进，对不对？当然很多朋友忧虑说到底大风沙会不会有危险呢？不要，我们有信心一定可以解决的。非常好，来听歌。要听什么歌呢？主持人。哦。善良，请看两个影子擦出声响，你影响我的磁场，改变了所有思想。Come and take my hand, let it free up all again。 你扶起我的肩膀，改变了眼睛怎么看怎么放，身体语言不说谎，还没发生已经难忘，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再善良，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只有呼吸不说谎，爱情再善良，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谁说你的指纹没有想象？谁说我的外套不能飞翔？请看一首情歌如何闪亮，请看两个影子擦出声响，你影响我的磁场，改变了所有思想。Come and take my hand, let it free up all again。 你扶起我的肩膀，改变了眼睛怎么看怎么放，身体语言不说谎，还没发生已经难忘，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再善良，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再善良，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刚才黎明就说过呢，每个人呢一定会说过谎啊，有说过谎的经验，
那你就呼吸，就呼吸不说谎。都不明白为什么叫呼吸不说谎。对啊，我也不明白，所以我一直想问你。对啊，要问问林夕啊，为什么叫呼吸不说谎呢？哎，人家是词霸嘞，我们不可以这样讲他。哎，无所谓啦。你跟他很熟哦。熟也不能这样子讲，但是真的嘛，呼吸怎么不说谎呢？对啊。算了，他没有没有，他就是以那种比较。但是有些歌曲寂静，有些东西不需要一定是有一个解释的嘛。对，就是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意境在里面，这样人家去有想象的空间。对不对？好像刚刚录完一张新的国语专辑，那我们把他的名字叫做 The Red Shoes。嗯哼。为什么唱片名叫 The Red Shoes 呢？红色的鞋子，为什么这样子讲？不太明白。对。不用理他。嗯，来，快快，我们有十秒讲一下。最新的动态，动态就是继续把这部电影拍完，赖虎桥先生以后就去上海 V 签的 V， 对，面对面，然后再4月28号继续工作，发过一片，这就是我们的黎明的生活，尽快在 Channel V 再跟大家 say hi， 好，谢谢黎明，现在 say bye， 拜拜，拜拜。